Jadi private club nih dibuka oleh komedian top Tiongkok yang bernama Kuo Te Kang.莎莎，是什么那个？其中一个案子，我是里面的死者啊。Halo semuanya, ketemu lagi bersama aku Rudy dari Beijing. Hari ini aku diundang oleh salah satu teman aku untuk makan malam di sebuah private club yang ada di Beijing. Namanya Deyun Hongshi Hui Guan. Jadi private club ini dibuka oleh komedian top Tiongkok yang bernama Kuo Te Kang dan Yu Qian. Jadi kita langsung aja masuk ke dalam sana. Let's go. Hello. 也欢迎来到德云红石会馆。那这边的话呢，我们整体的占地面积是26000多平米，它是坐落在清朝的时候这个开国皇帝皇太极的长子豪格的一个世袭地。那像这边的话，我们整体就是按照清王府的规制去建的一个宅子。像咱们就是从两侧来看的话，我们所有的摆件全部都是成双成对的。那这个石榴树呢，就是当时乾隆皇帝送给豪格后代的，距今有300多年了。嗯，它也是寓意非常好，代表着多子多福。这棵树吗？对，是的，是的，300多年了。嗯，像这种树的话，我们都是有身份的。嗯。对，然后咱们面前这个的话呢，也是汉白玉雕刻的一个小的金水桥。那在古代来说的话，是只有皇帝才可以使用汉白玉，只有皇帝才可以走，金水桥。那像现在的话，我们就可能就没有那么多的讲究了，大家都可以。这个地方，这个建筑是新建的吗？对，这个是我们后来自己建的。然后他当时设计这个宅子的老师傅呢，是修缮故宫的老师傅。所以我们是就是修缮故宫的老师傅和这个风水大师一起设计的这一个宅子。那他就是每一个角落都有风水的存在。所以就是我们也是希望每个人到我们这边的来宾能够就是平平安安顺顺利利嘛。然后这个呢是龙王的第15个儿子文官盘龙。他在故宫来说呢，他就是代表着，就是盘旋在柱子上面的，他是就是代表着这个保家镇宅的一个作用。我们是2016年4月30号开的业。8年了。包间为主是吧？对，我们是有13个商务包间，然后有2个宴会厅。所以就是我们除了商务餐之外的话，我们可能一些会议呀，然后一些展销会之类的，像车展类的，我们都可以做。最大的包间可以做？最大的包间可以做20位一桌。最小的呢？最小的2到4位。2到4位的也有。对对对，对，就是只要到我们这边来用餐的客人，咱们全部都是以包间来接待的。需要预定吗？对对，是的，提前预定。提前几天？大包间可能会早一点，小包间1-2天也是可以的。对对对，那这边的一些，比如说一些美食啊什么，主要以什么菜系为主？我们是新派王府菜，还有一些意境菜。对，当然就是有一些菜是我们自己独立设计的。可能在外面吃不到的一些菜品。对，然后这个到这边才是我们的招牌德云红氏会馆。那这个就是很多人都问，哎，那跟德云社是有什么关系呀？这个呢，就是我们德云社的郭老师和我们红狮会餐饮集团的鱼钩会长一起来设计的，就是投资的经营的这个会馆。那个是什么？不好意思。那个是以前官家小姐出门时用的轿子，也就是在未出嫁前的姑娘做的。哦，好小啊。对，之前14岁可能就是可以结婚了，所以就是14岁之前的人。一般会有几个人抬呢？4个人。这种是4人轿。哦，4人轿。对。这个位置的话呢，是我们的前台，然后在古代来说呢，它就是王爷接待自己宾客的一个地方，就是中堂的位置。那一般就是在那个区域呢，可以喝茶，然后就比如说品茗，然后有那个我们的一些中式的点心，然后就是像我们的中式点心的话，都是之前的宫廷御点。
这个是我们的中式的 KTV。这边的话就是咱们的整个回廊区域，然后这个地面的话就是手工雕刻的祥云图案，寓意着平步青云，步步高升。Wah, dan di sini ada sebuah kolam gitu. Wah, bagus banget. Dan kolam ini dibangun dengan feng shui juga.Di sini ada 5 elemen dalam feng shui. Ada elemen emas, kalau kita lihat di sana, di tengah-tengahnya itu ada sebuah periuk gitu ya, periuk emas. Kemudian ada elemen kayu, di mana pohon melambangkan elemen kayu. Ada elemen air, kolam ini. Dan tentunya ada tanah juga di sana, di bawah pohon. Dan satu lagi elemen api. Nah, apinya di mana?Apinya itu matahari di atas langit. Dan kemudian di sini kan restoran ya, di dapur ada api juga. Dan ketika 5 elemen ini berkumpul, ini akan membawa keberuntungan, rezeki yang sangat berlimpah. Sekarang kita mau ke perkarangan belakangnya.这个呢就是来到了王府的后花园啊，以前就是王爷们娘娘们就是在这个地方喝下午茶的下午茶对对对对对您看那像不像水帘洞现在还正是那个荷花盛开的时候对哇这个是目前bunga teratai juga di sini这个荷花每天都有新开的哦，嗯，它好像花期只有一天，第二天就已经败了。对，花期就一天了，荷花一般。对，就像今天这个花，明天您就看不见它了。然后其他就开了。对，这种还没开，有可能明天就开了。对，这个应该是明天早上开。嗯，荷花的花期是它的花的时长是最长的，但是花期很短，就是一天。然后这边前面您能看到的红色的房子，就是原来王府的粮仓。哦，以前王府的粮仓长这个样子吗？对，这个是储藏粮食的，就是粮食呢是从上面放下来，就是永远新的在上，旧的在下，然后出粮口在下面。哦，那出粮口在哪里可以看到的？在对面，但是现在都封上了，但是那个印子能看见。啊，然后现在我们是把它做了设计。然后给它做成了一个酒窖，里面是雪茄吧、品酒区，然后还有台球。建筑是这样的吗？对对对，原来的。这个没法考究。没法考究。对，不知道它到底多少年了，因为没有。久远了。对对对，没有历史记载。我再带您去看一下一楼，一楼是有游泳馆的。这个就是酒那个粮仓的一楼。哦，粮仓的一楼，里面长这个样子呢。Dan sekarang kita udah di dalam tempat penyimpanan makanan tadi loh, yang di bagian depan yang gedung merah tadi. Ternyata dalamnya seperti ini. Ada kolam renangnya. 这个泳池是吧？做一些泳池 party，、然后的话呢，就是还有一些关于泳池方面的一些什么电视剧类的、影视节目类的，他们都会来这边取景。哦。Bagus banget ya, mewah banget. Yuk kita lanjut lagi jalan ke tempat lain, get get. 但是我们就可以上到粮仓那一层。哦。到这儿，您是不是能够闻到一股香气？
对啊，非常清新自然的。是什么味道这个呀？全部是来自于地板的味道。嗯，对，它地板用的全部是老木头。老木头，嗯，但是好香啊，这个味道。包括里面的装饰，我们都是没有用任何的香氛在里面的，就全部都是来自于木头原本的味道。嗯，beneran wangi banget nih, aroma dari kayunya gitu. 嗯，然后这个就是装粮食的内部了。啊。嗯，这以前就是装粮食，它是上下通，现在是、啊、我们给它隔开了，然后上面这个吊顶的话是。全部用手工做的木雕，这些都是木雕是吗？对，全部是木头雕的、哦、这一个吊顶当时的制作时长是6个月。对，实际上它里面是木头，是木头。对，这个就是中国的传统工艺雕刻出来的。嗯，就是咱们每个区域的话都会有一个水晶的摆放。这是什么寓意吗？对，水晶代表着财啊、嗯、都会放这，所以很讲究哦。对，每一个细节什么的，每一个区域都有，然后那边也有、啊、嗯，包括咱们用餐的包间啊。detail banget ya mereka ya。 哇，Nah, di tempat ni kita udah sampai nih. Tempat penyimpanan alkohol, arak-arak, wine semuanya di sini. 对，藏酒阁的话呢是有999个。900。对，999个。对。这个地方吗？嗯，就是上下。上下。嗯，总共是这些。啊。Jadi totalnya ada 999 kotak seperti ini. 这个是一格是吧？对。Satu kotak seperti ini. Dan dalam satu kotak ini banyak lagi tempat-tempat buat nyimpan wine, arak, dan lain sebagainya. Oh, 旋转楼梯。Wah, gila tempat penyimpanan araknya kayak gini. Mewah. Dan kalau di sini, biasanya untuk apa? Di sini, biasanya untuk beberapa acara, dan juga untuk biasanya kita bisa di sini minum minum, dan juga minum minum.然后休闲的一个区域，对，还有一些我们大型活动，就比如说宴会厅，嗯，会把这边作为一个 VIP 休息室，是 VIP 的休息室，对。Dan katanya banyak artis yang sudah pernah kesini.Artis ternama seperti Andy Lau pernah datang ke sini ya. Ada juga Nikolase. Karena mereka itu teman baik dari Master Quotekang. Sekarang saatnya makan. Di sini.所以这也是咱们的一个九龙戏珠顶。第二个特点呢，是咱们两侧的玉呢是巴基斯坦的巴玉，这边呢是咱们的早春图，右边呢是咱们的松鹤图，也叫千秋万代，松鹤延年。那第三个特点呢，是咱们这个房间呢是用纯的咱们的这个红的这个紫檀木，对的，紫檀木。所以咱们进入到这个房间呢，闻到很多的香味呢是紫檀的香味。所以也预祝咱们在座各位贵宾这个身体健康，一切如意。这样的。
沙沙一周的时间，对，然后吃什么那个？那威尼斯也没有什么。那是什么？莲子，吃过吗？这是啥？莲子。哦，莲子，莲子，吃过，吃过。可以直接吃吗？这个生的。可以自己尝一个。我尝一个。嗯。莲子。嗯。早生贵子。嗯。早生贵子。哪里的贵子？婚都还没结。Hari ini aku ketemu salah satu aktor China sini, namanya Niu Zifan. Hello, my name is Niu Zifan. I'm a Chinese actor. Yeah. 中国演员牛子帆。嗯，我看你之前演过好几部那个中国电视剧，对，主要有哪些？其实我印象最深的一部就是叫做《不负如来不负卿》，我演的是一位高僧。是中国西域的一个高僧，叫做鸠摩罗什，他其实是历史上真实存在的人物。那个是在腾讯视频，腾讯视频能看到，腾讯视频能看到。然后一个是中国的民国时代的谍战剧，有点像杀人游戏那种，叫做《风声》，也是在腾讯视频上可以看到。最近呢？最近，比如说最近刚上演的，是最最近有一部，叫做《大唐狄公案》，嗯，一个古装剧，嗯，讲的是唐朝的这个狄仁杰探案故事，嗯，然后我是在里面演的是其中一个案子，嗯，我是里面的死者啊，但是这个在优酷上可以看到，优酷有，对，优酷有，啊，优酷可以看到，然后我就不剧透到底凶手是谁了，让大家自己去看看，自己给你看一看。那你在这个影视界的话有多久了？我从2016年毕业之后就开始拍戏，到现在已经8年了。那你以前学的是？我其实最早从小开始，是学历史，因为我自己比较喜欢看历史书，嗯，而且喜欢看地图，嗯，历史地图这种的。啊，所以其实本来上大学还想学历史系，嗯，考历史学，嗯，然后机缘巧合呢，因为我父亲也是演员，嗯，可能也有这种熏陶吧，然后在我18岁在成年的时候看了我父亲的一个话剧，看了舞台剧之后发现好像在舞台上很有魅力，嗯，他可以给观众展现出一种会对人有一种影响，所以我觉得还是想要做演员啊。所以你在18岁那年就决定要当一个演员。对对对，然后于是我就考上了上海戏剧学院，然后2016年毕业，然后就正式成为了一名演员。那你觉得这8年以来当一个演员，那什么心得吗？哎呦，心得体会就是，首先第一点，最简单的一点就是保持体重，不能保持体重。不能胖，就是在饮食方面会很克制吗？我属于是那种很容易胖的体质啊，而且我又很爱吃，很喜欢美食，而且还比较喜欢喝点酒。我保持的真的很好，所以每次吃完饭，第二天必须要加倍的锻炼，加倍的努力啊。我也是易胖体质，所以每一次其实锻炼就是为了更好的吃和喝，嗯，然后再加上工作。那拍摄过程中呢，会很辛苦吗？其实，说实在的，让外人看来也是很辛苦的。嗯，比如说在夏天会拍冬天的戏，嗯，可能会穿的衣服很厚，嗯，然后在冬天还会拍夏天的戏，嗯，会穿个短袖这种。但是如果真正在演戏的时候，就会觉得乐在其中啊，因为你在演这个角色，演这个人物，就并不会觉得其他这些东西很。那有机会的话你去过印尼吗？没有。有机会可以来印尼，然后现在其实我们印尼呢，正在大力宣传嘛，就是印尼的一些景点，嗯，一些地方，嗯，然后有很多地方也可以成为那个拍摄地点。对对对对对啊，我也很希望能够到印尼旅游，嗯，或者是工作。对，非常非常的希望。对，希望以后有那个机会吧。是吧，好，谢谢小牛。
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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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an samping aku teman aku juga. Halo Sasa. Hello. Ouyang Sasa. Ouyang Sasa. Iya, ini ya suka so. Si, deh, ke so. Eh, aku akan 把你那个唱唱过的一些歌把它放在上面，让大家欣赏一下。好的，没问题。然后现在主要做什么呀？做歌手以后，现在在做制造业实体工厂，然后做光伏相关的产业。哇，光伏？对，新能源类的。现在全球新能源在中国是比较出名的，所以中国很多制造业有出口到海外去，所以新能源里面的光伏是中国比较现在盛产的一个产业。对，在印尼你知道吗？就是也有一个光伏基地，水上光伏基地。哦，明白。是整个东南亚最大的。哦，对，水上光伏呢是光伏的其中一种。嗯。中国的光伏现在发展到这个阶段呢，有陆地光伏，有融光互补，还有大家说到水上光伏。我们工厂生产呢，主要就是生产的是光伏的跟踪支架。普通的支架呢，就是一般就是立在上面，光伏摆在上面，而我们的支架呢是360度追光旋转的系统，它是向日葵原理，所以从这个支架到它的裂变，其实都是我们自主研发的，相对是比较成熟的。所以在东南亚的这些国家里面，有一些需要用到海上光伏，需要支架的杆支的更高，然后收到的最后的收益率更高的情况下，我们这个支架现在在出口跟国内都做得非常的不错。哦，那你这个光伏主要是比如说以什么样的形式呢？比如说个人家庭的呀，还是都有的，都有。比如说个人家庭的，像户用的，比如说我的家里每天是用10度电，但是可能会出现停电的情况，那么我们的光伏就可以帮助你去在停电之前，就是屋顶上安好光伏板，然后呢有这个发光的那个发电的这么一个作用，最后呢电可以自发自用。那在中国现在还有一种说法，就是如果说你的家庭里面平时用电，包括就是偶尔要停电的情况下，那我们的电不够用怎么办呢？我们就会加上一个储能，所以现在的新能源它会有光储充一体的，就是我们多余的，我们就把我们这个电储存到我们的储能箱储能里面，这样子的话能够保证我们一直都有电源这样子。对，这是互用的一种方式，也就是每家每户只要你每天要用电，我们可以根据你每天的用电量来结算给你多少个光伏板。第二种呢，就是针对于说你刚才说的海上光伏，对，还有农业用地，包括工厂的屋顶，工厂用电也很多，那它一个月用电量特别大的情况下，可能有时候电就供不足，那么这样子有你的光伏，它安上光伏板以后，它每天也可以自发自用。而在中国呢，还有一句话叫做自发自用，余电上网，我自己的电我可以自己用，多余的电呢我可以上网，还可以卖钱。哦，还可以卖出去是吗？对，可以卖给国家电网，是这样子的。那你这个项目的话有没有比如说已经出海项目有哪些呢？已经落地了，我们在哈萨克斯坦做光伏电站，在非洲，在加纳那边也有做一些屋顶光伏的一些案例，针对于说每家每户要用的这种的话就是比较方便的，然后在海外有做这样子一些案例。那好棒哦，那看有机会也可以比如说出海到印尼，去印尼投资什么的。没有问题的，可以的。好，看下次以后有没有合作的机会吧。好了，谢谢。好，谢谢莎莎。Segitu dulu untuk vlog kali ini. Terima kasih untuk teman-teman yang sudah mengikuti vlog aku. Terakhir, kita dengarkan sama-sama sebuah lagu yang dibawakan oleh teman aku, Ouyang Sasa. Sebuah lagu yang dinyanyikan beliau pada saat peringatan Hari Pemadam Kebakaran Internasional pada tahun lalu. Sampai jumpa lagi. Bye.